记得订阅及按赞，有新片时就会即刻收到通知。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要带大家去车公庙嘅虎源烤肉专营店，无限任食烤榴莲同埋烤鳗鱼，只系138蚊就可以榴莲、鳗鱼、烤肉无限畅食，啤酒、汽水任饮，系唔系好吸引呢？今次我哋都由老板嗰度学到烤榴莲嘅必胜秘诀。如果想知道有啲咩秘诀，咁就记得唔好走开，睇到最后啦。由福田口岸出发，可以搭4号线去到会展中心站，转1号线，之后再搭多3个站就会到车公庙站。由 D2 出口上到地面，步行9分钟就会嚟到餐厅，全程只系需要26分钟就到啦。大家要留意 D2 出口系要行楼梯嘅，咁如果你系要搭电梯，就要揾其他出口。由停车位左手边嘅小路就可以行去马路边，跟住地图指示行，好快就会嚟到虎源烤肉车公庙店嘅门口。同之前虎源烤肉科院店佢嘅装修格局系极为相似。今次我哋要食嘅就系138蚊榴莲鳗鱼烤肉无限量畅食嘅套餐。餐厅面积唔系好大，可以一眼望晒，大概系10几张台。另外仲有一间 VIP 房，可以容纳4到5个人。每张台上面都有个韩式抽气扇，咁就可以快速地将油烟抽走。 VIP 房门口就有个自助区，如果需要一啲配菜、水果同饮品就可以自己攞。呢度仲有个啤酒机，想饮啤酒都可以自己斟。餐厅嘅榴莲全部都系嚟自泰国嘅金枕头，一摘落嚟就会取出果肉雪冻起嚟。餐厅有138蚊榴莲鳗鱼无限任食套餐，总共有2张 menu。上面的食物全部都可以任点，但是就不可以出现浪费现象，否则就要额外收费。落单的时候只是需要在 menu 那里写个数字，那就代表要点多少份，真的非常之环保。饮品都是无限畅饮，可以自己去拿或者叫职员送上餐台上面。很快职员就会送上食物。深圳餐厅成日都会见到用炭炉烤食物，但是在香港明火炭炉牌照的餐厅就可谓少之又少，主要是炭火煮食的食肆牌照申请耗时太长，难度高。现在职员会倒在炉上面的就是蛋浆来的，炉边蒸鸡蛋是韩烧的一大特色。食物差不多上齐，有我们挚爱的榴莲和鳗鱼，今次一定要吃榴莲吃饱它。这里的榴莲全部都是泰国金枕头，金枕头的特色就是肉厚而且滑细，味道香甜，气味不会太浓烈，所以深受大家欢迎。这一碗就是韩式冷面，里面就有肉、泡菜、青瓜、蛋、苹果、芝麻等等，吃下去是酸酸甜甜，非常开胃。夏天吃冷面真的非常解暑，真的很想吃多几碗。苹果等等的配料都带给人非常清新的感觉，咁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呢碗面嘅，所以都推荐大家试一试。呢一碗就系牛肉汤，热辣辣饮落肚咧就非常舒服，不过味道就比较淡，比较适合淡口味嘅朋友。咁我留意到餐厅会安排客人自己烧嘢食，所以我哋今次都会试一试自己烧鳗鱼。如果大家唔识烧嘅话，其实都可以叫职员帮手，主要就系睇当时店里面嘅客人多唔多。点知我一开始烧就遇到问题了，啲鳗鱼全部黐晒喺个铁板上面，都唔知点算好。最后咧，我就只好揾职员去求救。咁喺职员嘅协助下咧，第一批鳗鱼终于就烧好咗啦。再搽啲鳗鱼汁，佢就会变成人间美食。虽然我哋技术比较差，烧出嚟嘅鳗鱼卖相普通，咁但系自己烧出嚟嘅食物，唔知点解都系会特别好味啲嘅。鳗鱼外面咧就有微微焦，带起嚟香脆嘅口感。再加上啲鳗鱼汁真系顶级美食，建议想有职员帮手烧鳗鱼嘅朋友，最好就拣人少嘅时段过嚟食。烧完鳗鱼之后，职员就会帮手换一次嗰个铁板。今次就系烧黑椒三金牛扒同埋雪花牛肉粒。根据网上资料显示，三筋属于前腿内侧嘅一条肌肉，正中央系有一条肉筋，品尝起嚟嘅时候味道相当爽口。烧好之后就会剪成细细块，方便食用。三筋牛扒肉质鲜嫩，可以品尝到牛肉的浓郁风味。
中间嫩筋口感超弹有层次。雪花牛肉粒含有比较多的脂肪，烤的时候要反转多几次，利用热力令到里面的脂肪充分溶解，这样就可以确保外层焦香，内里嫩滑。今次牛肉粒烧得非常成功，肉质嫩滑，外层焦香，所以都会推荐给大家。今餐的重头戏就梗是烧榴莲了，一开始其实都不知道应该要怎么烧的，所以我就将榴莲整个摆在炉上面，希望炭火的热力可以慢慢将榴莲烤熟。但是因为那个榴莲实在太大粒了，金枕头它又特别厚肉，所以烤了很长时间才见到榴莲有少少冒烟。榴莲里面的冰慢慢融化紧，结果就有部分榴莲变到融融烂烂咁。这个时候老板就经过，咁佢见到我哋喺度鸡手鸭脚咧，佢就忍唔住出手咯。佢一上嚟咧，就将所有榴莲切到细细粒。原来烤榴莲系一定要烤到熟透先好味嘅，细粒少少就容易将榴莲里面嘅水分烤干，就唔会出现融融烂烂嘅情况。食起嚟就会更加甜，而且热辣辣口感系会更加好嘅。榴莲终于烤好咗啦，今次望落去就比较干身。将冒住热气嘅榴莲摆落个口，真系又香又嫩糯，非常之好味。大虾一份就有七只，体型都算几大只，肉质都几厚实，食落味道 OK， 值得嗌多两份。食完榴莲之后，其实我哋已经饱咗一半啦，所以咧就开始烧牛脷。今次牛脷系切咗片，薄薄地，好快就烧熟咗。牛脷非常有咬口，食完第一轮我哋已经九成饱啦。之后再嗌多咗少量食物试一试，呢一只蘑菇都几好味，值得嗌。墨鱼鱼口感 Q 弹有咬口，烤熟咗有阵香醇嘅味道。呢只肉粒唔记得咗佢叫咩名，但雪花牛肉粒口感会更加好一啲。其他肉类都系不过不失，主要其实系睇你火候把握得好唔好。咁我就觉得嚟得呢间餐厅，重点梗系要放喺榴莲同埋鳗鱼上面啦。真的非常好味。其次就是冷面和雪花牛肉粒，它是令你吃完之后想再添的美食。我特登拍了两张 menu 放在这里，大家就可以慢慢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是喜欢吃。138元榴莲任食套餐是可以叫这两张 menu 里面的任何食物，而且是无限任点，大家一定要记住吃多少就叫多少，如果浪费食物的话是要另外收附加费的。